六花在彰化西周花博西游记系列活动于22日圆满落幕，游客总数突破65万人次，打破了去年的纪录，也延续春节观光最夯景点的热潮，民众对于活动更是赞不绝口，给予高度肯定。花在彰化西周花博西游记的活动呢，目前昨天的统计是642800多名，加上今天呢，我想会超过65万，那就破去年的记录了哈。去年我们的统计观光局是说有入园参观民众是第一名哈，是64万。今年呢，感谢各位全国的观众呢哈，扶老携幼全家来我们彰化旅游呢，来到我们西周这个花博呢，我想是65万会破纪录哈。今年活动集合彰南花卉生产重镇，沿着田尾公路花园、北斗美食区等特色地区，提供民众来彰化享受一趟花的心灵飨宴，还可品尝在地美食，成功吸引人潮，让全家出游的民众都能尽兴而归，并为彰化带来庞大的商机。公益频道彰华语西周采访报道。